马来西亚一所幼儿园举办了慈善义卖活动，义卖所得要捐给慈济的洗肾中心，同时也邀请了静思人文团队到现场摆设摊位，推广环保观念。有好玩的，也有好吃的，小朋友玩得开心，大人们也欢喜。Sangat fun, kita boleh buat banyak aktiviti. Saya buat henna, ada banyak aktiviti for kids.尤其这场园游会义卖活动是为慈济洗肾中心募集善款而举办，要教育小孩小朋友，要回馈社会，要帮助没有能力的人，然后也要顺便教导家长，教育家长，就是跟小朋友一起做，这样你有一个好的榜样，小朋友才会一起跟着做。静思人文也到现场设置摊位，推广环保，同时也用五谷粉泡出好喝的良品，鼓励大家多使用环保杯。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，也是我们做就对了，我觉得做就对了。亲子同乐也不忘做慈善，爱的教育就在当下。大爱新闻邢薇薇，马来西亚报道。